我左边的这个呢，叫巨型稻，右边这里呢是我们的常规稻。巨型稻呢是我们常规稻的这个高度的差不多两倍。今年呢，这个我们是第一年在大竹试种，目前来看，这个种植收入是成功的。我们预估的亩产大概是1600斤以上。这个巨型稻不仅这个稻杆长得粗壮，长得挺拔，这个是水稻中的巨人。